最近阿福在家，我奶奶上网用手机玩电脑，鬼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奶奶来，先开机啊！鸡啊，鸡咖喱汤嘛的。奶奶，你点开我的电脑。哦，早说嘛。阿福啊，这个剪刀怎么老是跑来跑去啊？我都抓不住它。奶奶，这叫鼠标，不是给你抓的。奶奶，现在双击鼠标。好。你看一下你的桌面，音乐就在桌面上，点开就可以听了啊！啊，桌子上什么都没有啊！阿福啊，电脑怎么坏掉了？我什么都没动啊！奶奶，这是待机。奶奶，你在干嘛？电脑发烧了，烫死人了！我给它吹一吹，降降温啊！阿福啊，怎么电脑又坏了？我输入密码都是小黑点，搞啥么子啊？这是安全保护呀。阿福啊，怎么电脑说我打败了50%的用户啊？我没有打的啊。这是杀毒。什么？电脑还可以杀毒？哎呦，你弟弟要失业了，医生要没得工作了，这高科技怎么这么厉害呀？奶奶，你还记得怎么管机吗？记得记得，这个很简单啊。奶奶，这是手机，我来叫你啊。哟，这个字怎么这么小，眼睛都要看瞎了。别着急别着急，我帮你变大。哟，这个是孙悟空啊，想变大就变大。那我要回到18岁。来，奶奶，我帮你下载一个 APP。 什么 APP？ 现在啊，高科技怎么都这么不正经啊？我不要了。奶奶，来，我们来视频一下。鬼鬼龙的洞啊，我们怎么上电视了？快快快，帮我关掉关掉，我不要上电视，胖死了。阿福啊，我要去报警了，最近老是有人敲门，我去开门又没有人，听到了吗？哎呦喂，会不会是坏人呀？我钱都藏在超子里了，他们是不是发现了？哎呦，满大名了。奶奶不要怕，这是 QQ 上线的声音啊。喂，哪个？喂，讲话呀。喂，你不要老是打电话过来不讲话好吗？脑子毁的啦。奶奶，这是人家发给你的短信，不是电话。奶奶，这个是微信，你只要怼着他就可以跟我讲话了。喂喂喂喂，阿福，我是奶奶，我是奶奶，听得见吗？听得见吗？奶奶，这不是对讲机呀。大家好，我是阿福。现在这个信息时代，我们都在用电脑用手机，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用电脑用手机都非常熟练，但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打电话的时候连手机都会拿反。我每次都会抱怨他们回消息太慢了，其实他们很有可能连字都不会打，我们也不会知道手机上的字在我们眼里很大，在他们眼里就是小蝌蚪小蚂蚁，他们看起来真的很费劲。所以阿福，我希望我们都会对他们耐心点，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只有通过手机才能联系得到我们，跟我们聊天。有空多陪伴陪伴他们，比送他们任何的高科技产品都要让他们幸福和快乐。大家说对不对？